我们会波斯语，波斯语是我们的母语，然后我们会说阿拉伯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土耳其语、什么英语、中文、法语、意大利语这些语言。很多人很好奇地问我，你会说这么多语言，你为什么没去法国或者西班牙或者其他国家？你会说他们的语言的这些国家，你到底为什么去中国？因为他们不认识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大学，所以呢，我给他们介绍这些好的大学。这几年很多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很感兴趣，可以在这里看外国人越来越多。中国是个非常发达的国家，所以现在很多外国人都来中国，特别是伊朗人都来中国开他们自己的公司。比如现在我的专业是经济管理，所以我毕业后也想在这里开我的公司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在中国我们会有非常好的未来。 Welcome to China. 法语 Bienvenue à Chine. 西班牙语 Bienvenidos à China. 阿拉伯语 Merhaba bikum bisin. 土耳其语 China hoş geldiniz. 波斯语 Bekin hoş amedid.